不行，被老坤打了。我他妈被打成卡了，我操！哦，我打的是他队友啊。不是他队友，你打的是风度那一队。你补起来吧。没事没事，嗯，不亏了。哇靠，这波圈真的圈里面也没人。嗯。靠，早知道扎进来了。苟住。就是我们转移的时候，哎、遇到车都不用怕的，他最多他不会下，他最多就一个人下车找你。嗯。就直接往圈里面想拿这个点就拿，但是这个圈真的待不住人，待。那些圈里面的高点都待不住，很难扎进来。我操！对，都待不住，非得走圈边慢慢的从里面推。我就是刚刚在等后面的人，在那可以等一手，想在那可以等一手，等他们转弯，看有没有机会劝架。你不能这样趴着的，你边上有拿人的。我这样趴着没事啊。你就蹲在楼梯口，不然楼梯口一会人家来，你要动脚步的，你要挪脚步的。对，你就蹲在这，要上来给人家点来了来了，你屁股后面不可能有人站在那打你的。你右手边黄的有人呢。行。知道了。你这林安能看见。你那个下面不可能来人的，真的。那坡上都是抽死他们了。我最多再抢一个圈。完，这个圈刷走了。刷上去。有药吗？药多也行了。我跑圈是30个。不好进。我操！怎么还有开闪包的？真有他妈闪包！对的。你这个幸福队里，你这多少人吧？这里面就把30队，我看严哥行，严哥他们那个点估计挺好。他刚说完就倒了，然后直接被补了。我还被大哥补了，我操！你妈大哥股东也把我也补了，我操！后面，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真的。那个铁板下面，那个跳板上下面。我要打他。对，就那个跳板下面，那个。不要。好的。你要多吗？要多你就扛多。3个饮料。3个饮料扛不了啊。你补了他，好有，没办法了，我继续，没办法，可以了。我操，这个查查不就是坐机打我们的那队吗？我操，嗯，这进来一定换一命，真的是。妈的，我看我怎么死的。第五名有排名分吗？有排名分，会很容易被打到侧身了，太难待了。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撤离的办法。啊，云宝和林夕在这个位置稍微有一些难过的。你看来了 ，BL 直接冲正面，看看严师傅在这个方向能不能守住。队友好像没有办法帮忙。回头看一下，三个队友都在应对自己的事情，严师傅只能自己来挑战一下 BL 的四人了。捏克雷。烟雾里被烧，俊俊在看西边，俊俊来帮忙呀，俊俊，这个时候严师傅需要你。封一颗左边的侧身烟，俊俊应该是在纠结到底打 WY 还是去严师傅这边。这再不帮严师傅，严师傅就要被淘汰了。但严师傅这边一颗雷是首先把 BL 的一个人炸倒了 ，BL 这边也有一些小小